他已经看到我了，我还吸。哎、欸，快快哦，剩下吸货。他已经看到我，他已经看到我了。我现在吸，你挖，然后我吸。哎、欸，他们要回家。有看到了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这里。好，我要跑了，我要来。哎、欸，我们家有人过去哦。对，我就说。我巧克力又顺的，他到我家了。对，我知道，我来了。嘿嘿嘿，好，我吸走他们20个宝石了。嘿嘿嘿，快剩一下，好。好，他那个挖一下，他那个挖回去，然后顺便去修。好，他那个挖是一下就掉，还是要挖很久？要挖很久。要挖一阵子。那我还是走好了。我中间有20个，我有20个那个，我们家没人了哦。没了。好，那我马上去修。我死掉了。我来修。你有挖掉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们刚刚我一下来，他们秒看到我。不过我有偷到他家物资啦。哦，好，我有偷到他家物资。对，我还有一个珍珠，我可以。你要宝石吗？好，你再去试一次。我来了，20个中间的我来。哦，中间3个哦。我换个食物就过去了。核心工匠。难怪还在漏，在漏。好，来了，补。等一下哦，我补，好，补回来了，不漏了。老港，然后来中间支援吧。我来了。你都在中间三。啊，等下有人在上面偷射。有，刚那边。刚没看到他。快巧克力！有没有人需要食物？破盾了，是、啊、OK。有，我还不用，我身上15个。巧克力呢？哦，巧克力跑了，跑了。巧克力压制。那个，刚刚你都弄好之后，你可以尝试去弄一下他们。对，好，我去弄他们家看看。尝试，对，但他们目前是都回家了。没关系，我从旁边。有没有人要搭矿车过去吸？不要，你搭就好了。不是，我不能搭，我搭太显眼了。就是有人搭，然后去吸引他们。让我看一下啊、他们左右侧城门看一下哦，我怕他们抢劫。杰瑞，这个给你好了。你们都在中间吗？对，我在中间。哇，繁星好前面。云月也上去了、哦，云月也上去了、哦。对，刚刚你要躲一下哦，他们现在都在家里警戒中。我快死了哦，刚刚。好，我在努力。我先躲在这。我在努力支开喽。你在支了吗？还没，有人看到了。你在支没啊？你在支了吗？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好骚哦！我要死了。哎，中间，你赶快捡东西灵气回去放啊。对，有我捡完一堆了。他们现在都在家、啊。好，换我捡。好，换你捡，刚给你。哦，你捡到了，好。他们要准备尝试来中间了。完了，有人发现我了。哇！看你要不要退。那你就先退吧。他们现在先退。换你，刚刚要整顿。我有拿到4个。被发现啦！好，回去。这张图，还不错，酒。很久啊！有，退，你退，拉掉，食物还够吗？今天的灵气有带回去放了吗？有，放很多，现在900多了。我从另外一边，趁他现在在外面，刚放了30个，好爽。我绕过去哦，左边，小哥左边，小哥左边。我们家吗？没有，小哥去那个刚刚那边，中间。哎，你要死中间之石吗？我给你。没有，我身上一堆，我刚偷他们那边的。我刚刚偷到他们20个中间之石，盾要爆了。我觉得偷物资也蛮好玩的，等一下想办法去偷好。巧克力在中间哦。好，我来了。目前好像中间就他一个，然后他好像在偏后面，还在跳跑酷，不确定。他又在跳跑酷？不知道，没看到他的名字。没有，他自己在跟我。我们都被坏了。家里有人吗？偷进来吧。应该是他寄吧，都没他寄。云月，哇，2颗，
哇，两颗肉超快哎、欸！快快快！哇，两颗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嗯、我。No， 他一个。小队长，左边哦，左边。你需要这个吗，繁星？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那个水晶。中间之石，我需要中间之石而已。哦，那好。我先补回一个。好好好。我要回家了，这十七个有点多啊。十七个，快回来。嗯。中间之石我有四个。我给你九个。剩下你补。那我换，你去。他们刚刚都要回到中间了，至少三只。我发现这个地图，就是拉锯战啊。对啊，很拉锯。很久哎、欸嗯。所以刚刚还缺什么资源？中原之石。哇。QQ。我这边吸到一个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来就好。我来慢慢的等。有要跳跑酷哦。那不然这给你好了啦，这给你灵气粉给你，等一下修完就瞬间放。你应该去另外一边吧，我在右边前路哎、欸，你去另外一边，他们才能看到你，不会看到我。有，那我再绕另外一边。我往左边，你也往，我们都往左边喽。他们都还在运灵气哦，我们要注意他们。他们全部都现在全部都，我要故意很明目张胆的走左边，看一下。我发现真正核心被挖掉就逆转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巧克力回去了。等等，巧克力在你后面哦。我知道，我故意吸他到另一边另一头。对他们家有人了吗？太伤了。嗯，现在家里好像没有人哎、欸，是吗、欸？你怎么去上面了？这么快？啊，我这个我一个大丢啊，可是我进不去。进来了 ，no， 我们灵气快漏光了，快再给我两颗，快，采矿机，你争气一点，矿机，你好慢的、啊、矿机，哦，有了，他们在看我这里，哇，是啊，调五千分太多了。这只调五千分，真的不够。我们有到一千分过吗？有啦，刚刚我们两队都有到一千分过啊。不是啊，这种拉锯战五千分真的不够啊。拉锯战这个五千分是要玩到什么？不可能啊，五千分就算20个、50个人来都不够、啊。他季汪汪在家，雨月跟小贝在中间，他们偏左喽。小哥在，云渊在中间。你都在玩什么？他死掉了。感觉是人太少哎、欸。毕竟，对啊，人真的太少。人多一点会比较好。人多会扣很快啊，就是因为一直杀人，有没有？一直扣30，扣30，扣到完、嗯。你们有人在中间吗？而且他说改到1500，那也可能达到10点呢、欸。对啊，就算是1500，除非我们就算是摆烂，对吧、啊？嗯，或者是打到累了这样子。巧克力偏右、哦，他不知道是不是想绕。巧克力怎么偏右？走位啊！方向偏右啊！需要支援，要支援。很会想说，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很会想哦。你知道鞘刺是在那个吗？室内吗？他不是在顶楼吗？是顶楼吗？我怎么不然为什么要跳那个跑酷、啊？因为要从里面开始往上跑啊。哦，所以谁啊？刚刚哦。哎，中间原来没人哦。所以，哦，我刚在他们家，我刚在运送，我在运送那个运送灵气，等你们，好、哦，有了，都来了。哦天啊，不行，现在不能走中间啊，不能，嗯，真的不能走中间，一发的话就没优势。天啊，这股心挺疼，哎呀。
他能换的东西好少。对啊，不多。因为他不想造成很有 OP 的OP 的那个优势吧？对啊。哦，不死图腾，真假的可以試試？他们又回中间了。他们家里只有一个人啦，烦死了。就对啊，就要嘛就是我要想办法进去他家里面，然后引开他，你再去挖。现在就是他们现在两个人守，一个人运啊。我尝试看看拿两个不死图腾冲他们家。好好好好好好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他们应该想说这个人怎么一直复活。只是他炸弹客，没错。哎呦，他们快要赢了。他们现在就在中间守四个角，就守四个角落在那边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有人打不太过。烂游戏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赶快结束下一场。为什么汪汪一直显示指示啊？从刚刚按 tape 按到现在，他一直看到他是14哎、欸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不知道。而且上次玩，我记得有说这人都比较好玩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跑跑酷，你不要射我，不要。不死图腾要拿在副手才有用哦。没有，拿在手上就可以。拿正手就好了，你不能搭在身上。嗯，哦，我是白痴。好、哦，对，我知道。主要是现在我们都杀不到他们了、啊，嗯，杀不了他们，因为他们就是集中一点、超神奇，没有啊，还好啦。哎、欸，我们送灵气打到对面好了呀，呵呵，根本放弃，不用了啦，他们又回来挖了啦。对、啊、他们再一波就赢了吧？他们挖起挖，应该是巧克力市场应该有很多，他们应该都没运啊，他们停在1429很久了。嗯。所以可以跳速跑步上去吗？看一下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就是、还是可以哦。他们应该要赢了，没有挖掉1500了，进不去。对啊，他们刚直，他们直接跳100哎、欸，他们都要累积。嗯，没事。他们上来吧。哎、欸，这打得也太刺激了吧！好烂哦、喔欸！你们中间还累积都不快结束吼？对啊，100，累积的吗？你们从1429跳1439哎、欸，跳100，而且为什么汪汪一直？他自己说想要玩一下啊，没有玩什么啊？就啊我想要进去破坏一次。我在家里顾家没玩的，我让你的这变零看看，因为他的条件其实是两个，一个是。让对方分数变零，一个是让我方分数到5000。啊，你怎么不知道挖你们家？为什么挖我们家？比较久啊，我们1500哎。没关系啊，九点还那么久。这个人少害僵尸了，因为杀人主要我觉得他最容易判定就是零分吧。欸，汪汪，为什么你 ID 后面只有14啊？我很好奇、欸。14，对吧？什么14？我从刚开始战斗的时候就这样子。还有科技树我们没玩到哎、欸，你们有玩到吗？这个是你知道，这是 VIP 树，你知道吗？VIP 啊，VIP 啊，对啊，刚刚那个我把那灵气石放到那个金砖上面，好像是那个的点数啊啊，真假的？金砖上面，所以那是科技点吗？科技点数，请讲。科技点数，但我不知道那可以干什么用。科技点哪里可以买啊？哦哦，这里有哦，我看到了，看懂了，把灵气放到那个嘛科技点那边。我这样敌方城墙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刚没注意到这边、欸，哪里啊？哪里没看到这个？在那个领那个石头的另外一边，点我消耗40点科技。啊，科技怎么来的？什么科技？我现在是用灵气点换，你要站在金砖上面。金砖上、欸，我有哦，这个哦，我有了，我31了。你用创造直接那个、啊、复制一大堆。没有，好，我应该在我们家才有办法。我花光了，你可以升级采矿机耶。哦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灵气哦，这是提款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，提款就是。那不是你的灵气增加？哇，我灵气在火速上升中。汪汪狂拉一堆，是不是？拉几个啊？这个采矿机应该就是那个啦，我们家的那个提款机，就是旁边那个旁边那个。站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他要灵气，你是他要灵气，这是要兑换，这是要兑换我们的科技点。敌方城门已修复，哎、欸，所以瘫痪 哦，我们的门打开了、欸，哎，哦，我懂了，是拿中间的灵气粉，然后站在这个金砖上就会换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它所以它是用分数来换成钱，哦，然后就可以来瘫痪别人，
或者是提高自己。哦、嗯，对啊，你看这瘫痪敌人城门就可以直接走进去了，对，就不用换了，直接如果强一点的话，强攻可以直接攻进去啊。那个，没有，我们要记好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团结一条心对抗观众啊。对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先逛一下，先逛一下，把地图逛一下。哎、欸，刚刚杠杠很开心的坐矿车啊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标靶，完全就是火靶、欸。对啊。超满是来坐矿车。所以你要先升一下那个。很开心呢。哎、欸，可是它很贵，它十二个零粉就是十二。对啊，一比一啊，他零粉是一比一比一哦，所以汪汪刚刚消耗了14块钱。对呀、啊，哦，那一个零粉到放到那个我们的那边是哦赢了啊，还没输了，还没看完，还没看完，什么东西？你刚零粉放到我们的那个祭坛，嗯，是几分？一个零粉，一个零粉就一分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止吧？跳很多哎、欸，不是科技点的，不是科技点，我是说的是那个家里那个，就分数啊。对，家里那个分数，我印象中好像2到2还是3吧。我觉得不止哦，我觉得有5或10哎、欸。嗯，因为我刚刚差不多16个，一放下去就是将近加了100了。